老板一直都很希望你们过来打球。你家儿子也不错，海归派来都是。哎呀，你现在是不错了。常阿姨、常叔叔，我有话想要说。就是那个现阶段呢，我还在上学，我并不想要交男朋友。如果你们想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儿媳妇，那我肯定不合适。再说了，你们儿子这么好的条件，肯定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女朋友，对吧？那个，哎，失礼之处，请两位长辈多多包涵。这杯酒我就敬两位长辈了。爸，您上菜了吗？我肚子饿了。爸，这么多年了，您安排要控制我的一切，现在你又控制我的爱情、我的婚姻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一个你可以随意玩弄和安排的玩偶吗？为什么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？我不能有自己的爱情？为什么什么都要你来安排呢？我说你哪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？跟你妈当年一样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爸，我真的很不理解，妈她怎么了？她怎么莫名其妙了？你妈当年就是幼稚，和你现在一样，听不进一点意见。为什么你就是这么不明白？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我不是一个花瓶跟摆设，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。站住！我告诉你，你离开了这个家，离开了我，你的生活就一团糟。就算是一团糟，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。爸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我一分钟也不想待下去。好，你想清楚，你离开这个家，你在外面就得自生自灭，我不会给你一毛钱。当年妈离开的时候，你说的也是同样一句话吗？你放肆！怎么提前回来了啊？哈，我这就去接你啊，你在原来那个广场等我啊。喂喂，软软，喂喂，坤哥啊，今天导演来了，导演说要见你。啊，现在去见导演？可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哎，去不了。你还想不想上这戏了呗？不是，一会儿到了，一会儿。喂，坤哥，喂，子言，这个大小姐是不是等级自己先打车回去了？师傅，走吧。来，这是王导，这是部长。王导好。来，坐坐坐坐。
这帮摄影师。你好。你好。来来，咱们一块来一个，来。远方的家牵着我的心跳路，提醒我梦想不会陨落。遥远的他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，当我从你的世界里路过。痕迹，也许是不愿你我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。来来来，给我们忙到喝一个吧。当然，我敬你。再来一个，来，我先去跳舞了。啊，嗯，好。来，先去跳舞，可以的。真好听啊，是不是你自己写的？那个，你能不能借我你手机用一下啊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我那个……谢谢啊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？我朋友说他会来接我的。哎，你不是准备要收工了吗？别打扰我。吹散了美梦，唤醒了浮浮沉沉的我。一样的旋律，一样的太年轻，画出青涩的痕迹。终于醒了。哦，你音乐好好听啊。哎，喂，你的衣服留给你了。
喂，阮姐姐，几点了？现在你该起床了吧？你呀，昨晚上放我鸽子，害我白白等了你一个晚上，你可把我给害惨了，不靠谱。哎，你可别冤枉我。昨天晚上我明明就去车站接你了，是你自己手机关机，人又不知道跑去哪里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可是要以大局为重，我还能抽出时间来去接你，就说明咱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啦。哇，你也太伟大了吧！哎呦，别生气了嘛，等我拿了片酬以后，我请你吃大餐呢。哇，好呀好呀，我等我等下辈子吧。哎，喂，王导啊，你昨天喝的好吗？我都喝多了。嗯，我多照你呀。对了，王导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试妆啊？王，哦。姐，在等呀。王老师，我有事情想要找你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嗯，就是那个，不知道学校还有没有勤工俭学的岗位啊？你要勤工俭学？嗯。姐啊，你参加的是文科进修班的学习，不算经济医学。一般来讲，学校的勤工俭学是留给教小生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？其实我不想再依靠我的父亲，所以我真的很想找一份工作。那好，我跟沙芳商量一下，看有没有合适你的岗位。谢谢你啊，王老师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没有啊，哎，还说不是你的白马王子，那你干嘛一直找他，要把衣服还给他？哎呀，你真的不要乱说，他真的不是我的白马王子，人家只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一把，那我只是想当面感谢他。好了，到那边再找找看吧。嗯。
寒夜冷风肆意吹散了眉目，唤醒了浮浮沉沉的我。午夜星空，歌唱的好不好你说了算，那这形象不错吧。就凭这张脸能对我们多少人的可以在闪烁。远方的家牵着我的心。哎呦，我都快被你累死了，大小姐，找了那么久。呀，我脚上都磨出水泡了，哎呦，好痛！奇了怪了，他明明就在那附近表演的啊，怎么人就不见了呢？也许他今天有事儿了，他也有可能他找到女朋友了。哎，我继续找工作。你真要找工作啊？对啊，但现在找工作太难了。你有好介绍没？唉，就是说啊，我到这个学校来学习，本来就是为了要实现我的梦想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见我找过一个像样的工作了，演过一像样的戏了吗？不行，我还是要跟王老师说说勤工俭学的事。喂，王导，是不是通知我试妆啊？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这么早起啊？过几天试妆，我就到剧组住了。真的呀，这么好，那带我一起去吧。你去干什么？剧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别瞎猜。我求求你了，现在找工作真的太难了，你带我去体验体验剧组生活吧。都说了不行了。哎，软软，来来来，里边请。
王导，这位是软软的朋友。导演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好，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哎。王导，我好朋友秦宫简学想要面试角色，所以我带他来了。好啊。形象不错，也有气质。不知道戏演的怎么样？这样吧，咱们试试戏吧。哎。哎哎，对，软软，上次你走得急，你的那个剧本的事儿我还没讨论完呢，走。不好意思，我朋友不是学表演的，再说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走吧。哎，别啊，软软，来来来，哎，我们去探讨。哎，别走嘛。喂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呀？这。走。哎，别呀！哎，别事儿的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这是我不办的，你不要碰我的，回来！走，哎，王导，王导，咱们就可以把事情闹大了，就这样。快点！好了好了好了，臭不要脸！沉沉的我啊，那么巧！午夜星空，除了寂寞，还有感动。细数每次奔波，好像繁星在闪烁。远方的家，牵着我的心跳动。方子言，常晓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？上次还是因为你才回去的呢。哎，你们怎么认识啊？我认识你。我又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没关系啊，但是我知道你今天干了一件挺累的事情。啊，气是出了，但是工作也丢了。认识他？他是我同学，叫摩卡。摩卡，啊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们怎么认识？他是我女朋友。啊？喂，我啥时候成了你女朋友？再说那是我老爸的安排，不要想太多。开个玩笑都不行吗？啊！干嘛呢？关你屁事！干嘛呀你？啊，在酒吧寻衅滋事，这错了吗？知道了。以后还敢不敢了？不敢了。共同承担酒吧的经济损失，有问题没？没问题。跟我出去做个笔录，这事儿就这么了了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
Ziyan。哎，王老师。哎，有一个时尚杂志，老板是我的朋友，他正好去有一个时尚季节，跟神经助理，我觉得也挺合适的，去试试吧。玛雅杂志社，谢谢你啊，王老师，谢谢啊。你是子言，我是 Sherry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老板的除我之外的行政助理。你记住我接下来说的所有的事情，哪怕是标点符号都不能出错。老板早上10点到，一定要给他准备一杯 Costa 的美式咖啡，不加糖不加奶，不能太烫。终审的稿件一定要整理好放在桌子的左上角。每周一四一定要按时的更换鲜花，同时你要挂烫好他递过来的外套、毛巾、围巾，安排好他的行程。什么时候选题会，什么时候截稿，什么时候他该去 SPA 了，什么时候要和闺蜜喝下午茶，这些他早上来的时候都会告诉你，或者他约好了之后会打电话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不管是中午12点还是凌晨2点，你都要把老板的行程记录在他的日程表上，不能出错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不能出错。嗯，仙儿姐，老板正在上楼了。我知道了，看你的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做的，肯定不会出错的。老板你好，是你新来的实习助理，我叫子言。今天我负责的是10点叫所有人到我办公室开会，中午的时候帮我订家餐厅，我要离公司最近的东南亚菜，12点到场。对了，你可以叫我 Jason。 Jason 哦，差点忘了说了，下午3点的时候带我的 Cash 去做个 SPA， 要最好的那种。 OK。 两个黄金之后是悦动广场，记得看一看那边有没有好吃的东南亚餐厅。哦对了，刚刚老板是不是让你叫他 Jason？ 对，千万不要叫他 Jason， 一定要叫老板。哦，哎等等啊，雪姐，那个我想问问，那个 Cash 是什么呀？ Cash 是老板的宠物狗。什么？宠物狗？我进去了，记得把餐厅定了。哦。子言。谢谢。今天吹的什么风啊？这么好请我吃饭？就是想找你聊聊天呗。哎，杂志社的工作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嗯，还行吧，就挺有挑战的。我可是听说你们的老板 Jason 挺难伺候的。嗯，哎，不过我有信心，可以应付的。我相信你。谢谢。上一次，你是不是离家出走了？你放肆！原来是这样。那。你就没有一点看上我，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吗？说什么呢？这边的菜味道不错，尝一尝。谢谢。来吧，开动。好，不客气，饿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说说你好朋友吧。哪个好朋友？你还有哪位好朋友啊？就摩卡。好啊，那你想知道他什么？什么都行，你就随便说说吧。他的身世其实挺坎坷的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他的妈妈患有家族遗传病，病情时好时坏，很多年了。现在收入比以前多了，
再考虑找个女朋友。会的。总是哄我啊。会的会的。你都不知说了多少遍了。妈呀。我是非要让你找个女朋友。妈是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你过上一个安稳的日子。儿子，妈的日子不多了。妈，妈，别再说。从那以后，摩卡就开始拼命的打工赚钱。可是，他妈妈的病情也是一天一天。吓我一跳啊！干嘛？想给摩卡打电话？想打就打呗，那么纠结干嘛？看着我都觉得累。谁说要给他打电话？哦，你不是要给他打电话？那么就是我想给他打电话。你不喜欢他，我喜欢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，我打我打。我呢，就是觉得那件衣服我不还给他，我心里不舒服。哦。你熬什么啊？小海回来了。阿姨，你来了。我给我妈买早饭去。阿姨，这钱你拿着。不用不用，没做什么。阿姨啊，就别跟我客气了。以前我赚不动，我现在能赚了，这个钱啊，就当我孝敬你的，拿着吧啊，别多少。终于考过了一科，可以放松下来好好玩一下。哎，软软，你要不要再去别的剧组看一看别的戏要拍啊？哦，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一件特别解气的事儿。什么呀？那个王导啊，他被人告发，投资方把他开除了，摄制组现在要重组人马，重新开机。我的角色呀，不必。真的呀？哇，这真是老天开眼睛了、那什么王导，简直是乌龟王八蛋，就是个大混蛋。哎，那你真的要进剧组了？哦。所以这两天我要把学校的事情赶紧处理一下。谁呀、啊？你的摩卡哎，快接、啊！喂，现在方便呀、啊？可以呀、啊。装什么装啊你！明明很想去，我哪有很想去？你看你的妆，赶紧走了。做我女朋友吧，做我女朋友吧，做。做我女朋友吧。什么？这么直接？不太好吧？你别误会，我说错了，是冒充我女朋友。哎，也不是，是我现在想要个女朋友，我妈想见见我的女朋友。我妈有家族遗传病，现在一直躺在医院卧床不起，可能时日不多了吧，所以。我答应你。
你确定要假扮摩卡的女朋友去见他妈妈呀？嗯。哎，你说啊，摩卡他想要帮他妈妈完成他临死前的心愿，找我去当他女朋友，那我算起来也是干了件好事啊。我看未必吧。虽然呢，帮他忙是一件好事儿，但这怎么说也是骗人呢。按我说呀，倒不如你就真的做他女朋友好了，反正呢，你是喜欢他的。你爱什么爱？说什么呢？才没有，骗子！我没有，匹诺曹的鼻子长出来了。我没有。好，让我们的大小姐做这样一件事情呢，确实不太合适哈。那么就让我来为你冲锋陷阵好了。谁让你冲锋陷阵？骗人啊！我没有。你红了。我没有。让我看一下。子言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晚上怎么来听我唱歌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昨天加班呢。希望今天晚上能。子言，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妈的照顾，她看到你之后高兴了很多。小卡，来。有这样的好孩子，我就放心了。远方的家，牵着我的心跳动。梦想不会陨落，遥远的他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，当我从你的世界里路过。一样的星星，一样的回忆，一样的酒店里靠
星空下以幸福的名义。怎么在办公室睡着了？怎么做了一晚上？做了一晚上文案，本来想说想要眯一会，没想到睡着了。好了，赶紧去洗漱一下吧，他们一会儿都要来了。我的天哪，子妍同学，你这是做的什么鬼东西啊？啊，你以为是学校考试吗？考60分就可以了吗？这是工作 ，This is a competition。我要的是100分，甚至是120分 ，understand？ 可是，这个是我熬了两个晚上才做出来的。两个晚上？两个晚上是借口吗？你知道一个杂志从出版到发行需要熬多少个晚上吗？你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你给我出去，立刻，马上，重新再做一份 ，out。皱纹都出来了，真是！把这些全部做完。哎，可是我要重做这个。啊，明天还要考试。怎么，年轻人，你要反悔吗？答应的事情是不能反悔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工资不是前段时间刚发过吗？你来了之后，酒吧生意特别好，给你的奖励。这事儿该不会和常晓有关系吧？嗨，看你说的，怎么可能跟他有关系啊？这是给你的提成。谢谢红姐。哎，最近有个女孩经常来点一瓶矿泉水做半天，那是你女朋友吧？子妍呐，就是太天真、任性、固执，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。我就想让她知道，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残酷。进来。老板，你找我啊？摩卡。这里是沈佳杰的资料，你跟他约一下，帮他做个专访。沈佳杰，我觉得你的音乐很棒，风格也不错，你有没有想过做成 demo 小样推广出去啊？老板，你的意思是下一期会用我的文章啊？我想过，可是我没这样的能力啊。你先跟他做完专访再说吧，这是我交给你的第一个 case，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你没事的时候呢就早点过来，我来帮你想办法。那太谢谢红姐了。知道了。
久不见了。对，有点不近。坐吧。接到你的电话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不瞒你说，我差点以为今天是愚人节。不过想想你应该没那么淘气，我就试试来了。哎，江姐，回国这么多年，我给你打过多少次电话？貌似你今天才第一次回我吧？好吧，老同学，今天为什么约我出来？我希望不会是单纯的叙旧吧？江姐，别开玩笑了。你参加卡斯坦名人，我是一个穷教书的，我根本不起。你这样说就不对了，我们都是有过失败婚姻的人，其实大家在一起有感觉就可以了，有什么高攀不高攀呢？我们还是别讨论这个话题了。好了，老同学，那你想说什么？是不是有一种玛雅倒计时的人找你做专访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是我的学生，也是你最好的闺蜜，约蒙六女。难怪我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其实我已经答应他做专访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坦率机智，有叶梦年轻时候的那种睿智。我们今天就不要这个了，你想问什么随便问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那我不跟你客气了。沈女士，但在我访问你之前，我可不可以问你几个无关的问题啊？你问吧。为什么你会愿意接受我的采访？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，不过我不想回答，你自己去找答案吧。是因为王老师吗？怎么这么说呢？说实话吧，一开始我接到你愿意接受我的采访，我真的很惊讶。可是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沈女士你的简历，你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而且你的本科还是本地一所名牌大学。有意思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在你的校友群里看到了一张照片，看到了你们校友联谊活动的合影。我看见了一个很熟悉的人。看来子渊说的不错，你不但聪明还很有头脑，跟你妈妈一样。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呢这里有一张 demo， 我知道你是特别出名的音乐人，我希望你能够听一听，也给点意见。这也是采访的内容吗？不是的，其实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的 demo。 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公事不分，可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听一听，也给年轻人一个机会，对吧？这个年轻人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男朋友。男朋友，难怪了。不过你知道吗，如果我跟杂志社说你对我有这样的要求的话，你不但帮不了他，你自己也会被解雇的。我知道我这样做后果会很严重，可是他真的很有才华，他也很热爱音乐。如果是我向你推荐他我被解雇了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。看来你男朋友真的很幸运，有你这样的女孩子愿意为他牺牲，看来你真的很爱他。好吧，爱情是美好的，也令人羡慕。这个 demo 我就收下，我会听的。谢谢啊，太谢谢你了。先别谢得太早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哦。嗯。嘿，在等谁呢？来了，陪我走走吧。好啊。
怎么啦？心情不好啊？是啊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拿去录音棚做了小样，送到唱片公司，结果被人家无情地扔进了垃圾桶。你说我心情能好吗？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呗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你知道谁是沈佳杰吗？知道啊。今天我给他采访的时候，我给他点 demo 了，他答应我说他会听听的，开心不？子言，我真的太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了。寒夜冷风，自已吹散眉目，唤醒了浮浮沉沉的我。午夜星空，除了寂寞，还有感动。细数每次奔波，好像繁星在闪烁。远方的家，牵着我的心跳动，提醒我梦想不会陨落。遥远的他，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？当我从你的世界里路过，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旋律，一样的太年轻，画出青涩的痕迹。也许是不愿凝望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。远方的家，牵着我的心跳动，提醒我梦想不会陨落。子言同学，沈佳杰那么难搞的人你都把他搞定了，这是让我太 surprise 了。啊，老板，你在表扬我啊？当然了。哎，你快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搞定他的？没什么呀，就是因为我们杂志社的荣誉啊。讨厌，你这么会说话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你的实习期结束了。真的呀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不用谢，去忙吧。谢谢。为了庆祝我们的著名歌星摩卡首张音乐大碟《星空》完美发行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请大家出海游玩。摩卡先生，两位美女，怎么样？赶紧上船，走吧。
我口渴了，下去拿点喝的好吧。快点快点快点，我帮你我帮你。捞一把。你们两队上来了啊。这回海豚吗？不知道啊。大鱼吧。你看他们俩怎么样？不管。哎，我真的好替你开心啊！你终于都梦想成真，成了大明星啦！子言，在我追逐音乐的道路上，一直有你的陪伴。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成绩，全是因为有你。谢谢你。说什么呢？摩卡，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。我有了你之后，其实做不做明星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，因为我爱你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你有心事啊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对了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你。谢谢你安排我进剧组，干杯。拍戏一直都是你的梦想。嗯。这是好事儿。嗯，是好事儿。尤其是我听说那个色狼王导被人告发了，被剧组开除了，你不知道有多解气呢。那个姓王的导演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著名的导演，只不过是些野路子。还好你发现得早。长晓，我真的谢谢你为我做这些事。真的，谢谢。其实，不应该是你谢我，应该我来谢谢你。如果上次不是你打了那个导演一耳光，子言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原来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子言。啊，那个摩卡是我的兄弟，子言又是他女朋友。所以我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。来来，
钱啊。别想太多了，衣服是王妈换的，早餐她也准备好了。我还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一个女孩子还是少喝点酒好。是的，我现在已经签约了沈总的音乐工作室。至于下一步的计划，暂时还不方便透露。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你的女朋友是圈内人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还有通告。来来，这边。来让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子妍，现在摩卡那么红，星空都蝉联几周上榜了。他现在还对外宣称自己没有女朋友，是钻石王老五，真不知道有多少女粉丝想跟他发生点什么呢。了解他，摩卡绝对不是那种人。再说了，他现在走的是偶像歌手的路线，不能有绯闻很正常啊。哦，你现在是专业娱记，我说不过你，反正你放心就行了。哎，算了，别说我了。你跟常晓发展的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啊？常晓是一个没有瑕疵的富二代，他这种条件啊，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。我呢，曾经犯过很多错，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其实我尝试跟他告白了，但是失败了。软软，事在人为嘛。何况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啊。姐妹，勇敢点，主动点，或许他会爱上你呢。人家有喜欢的人了。啊？他有喜欢的人？谁呀？喂。你说什么？叔叔，你的钱我是不会再要了。上次的钱，我会想办法还你的。摩卡，我觉得这钱你还是收下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况且这件事情已经进行一大半了，就剩最后一步，那就是和子妍分手。你要让他知道，这外面的世界不是他想象的那样。你跟他所有一切的一切，那都是我安排的。为了钱，人不为钱，天诛地灭啊！为了钱，为了钱，所以你欺骗他。叔叔，摩卡，子妍。年轻人的就是冲动。冲动是魔鬼啊。真的已经问清楚他了吗？我知道你可以为了他牺牲一切，既然你那么喜欢他，怎么可能相信他会不爱你呢？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，
你会后悔的。我跟子苑就是因为误会，所以没有在一起。莫卡，怎么了？真的要我在这等夜吗？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对一个普通人都做不出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啊？在一起都是因为钱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别再来烦我了。说吧，到底因为什么原因？子言他那么爱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今天如果你不说清楚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我想吗？伤害他比伤害我自己更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为他好。哼，为他好？你话倒是说得冠冕堂皇，啊？在你最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是谁陪着你？是谁帮着你？
你现在红了，飞黄腾达了，你竟然这么对他，你知不知道芷妍很痛苦？我爱你。你已经连着工作半个月了，你确定不要休息一下吗？我这么做难道不开心吗？外面的粉丝都在为你欢呼，你这些都是值得的。值得。我又想走了。失意摧散了美梦，唤醒了浮浮沉沉的我。午夜星空，除了寂寞还有感动。细数每次奔波，好像繁星在闪烁。远方的家牵着我的心跳动，提醒我梦想不会陨落。遥远的他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？当我从你的世界里路过，出青涩的痕迹，也许是不愿凝望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。远方的家牵着我的心跳动，梦想不会陨落。姐，没有时间再等了。遥远的他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？当我从你的世界里路过，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旋律，也许是不愿凝望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。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旋律，一样的太年轻，画出青涩的痕迹，也许是不愿凝望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。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旋律，青涩的痕迹，也许是不愿凝望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。一样的心情，一样的回忆，一样的旧电影，靠着你错过的风景，渐渐模糊的足迹，请你别怀疑，我一直在这里。
的星空下，你幸福的谜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们结婚吧。寒夜冷风肆意吹散美梦，唤醒了浮浮沉沉的我。午夜星空除了寂寞还有感动，细数每次奔波，好像繁星在闪烁。远方的家牵着我的心跳动，提醒我梦想不会陨落。遥远的他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，当我从你的世界里路过。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旋律，一样的太年轻画出青涩的痕迹。也许是不愿凝望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。远方的家牵着我的心跳动，提醒我梦想不会陨落。遥远的他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，当我从你的世界里路过。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旋律，一样的太年轻画出青涩的痕迹。也许是消失的背影，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。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旋律，一样的太年轻。紫妍让我想起很多往昔，以前的我就是不够勇敢，说是瞻前顾后，顾虑太多，舒适区。现在的我不会，不会再为了事业放弃自己的爱情与家庭。爱在星空下，你幸福的谜。在那片星空下过得好吗？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的。我爱你。吹散了美梦，唤醒了
浮浮沉沉的我，午夜星空除了寂寞还有感动，细数每次奔波好像繁星在闪烁，远方的家牵着我的心跳动，提醒我梦想不会陨落，遥远的他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，当我从你的世界里路过，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旋律，一样的太年轻画出青涩的痕迹，也许是不愿凝望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，远方的家牵着我的心跳动，提醒我梦想不会陨落，遥远的他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，当我从你的世界里路过，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旋律，一样的太年轻画出青涩的痕迹，也许是不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，一样的星星，一样的回忆，一样的旧电影，靠着你温暖入心，也许错过星空下，你幸福的秘密。